5:23找到那个，这是哪一宝？大宝吗？小宝？不晓得。找到雏鸟掉下来的位置，然后刚才公鸟、青鸟也是有飞过来这边找它，那画面那时候没有带好，所以没有发现到。后来是偷看旁边有人在拍的那个，我用大炮去拍它相机萤幕才看到的。好。这叫做，这这么大只啊，这是幼鸟的羽毛了，真的好大只啊。呀，这酋长岩的第一次雏鸟，这是巢穴的，怎么没有看到呢？你看，这个是巢的这边，里面是有一只啊，一直在巢。
现在的这只雏鸟稍微换的方向。正翅。已经好大只了，这一出来。看嘛，就是这边雏鸟，对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都走到这边，哇塞！你要过来一点，我把它放下来，先给小朋友看。小朋友看，我们这样看就好。真的，你看，它在山壁那边有没有？这么小也被抓到。东西在动。对呀，仔细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有东西在动。在相机的后视镜在照相。你看到吗？小鸟哦。
但是说昨天掉下来的。哦，真的哦。这个视力好像退化。这个的倍数真的好强。你没有看到哪里在动吗？动。就是那个，我看不到。这样我看不到。肉眼可以了，你可以看到它一根。它刚刚有一个动，它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。刚刚大拍翅膀的时候，我发现了。我也找一下。我也有看到。刚刚在哪里？雨欣。刚刚打开翅膀的。刚刚没有动的时候，颜色会很近。对啊，哇，你们要看一看，好可爱，跟你一样小 baby。对啊，躲进去了，我不是小 baby。对，躲进去了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